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7th of September. 佛教青年協會電台佛法在世間節目第7437輯現在開始廣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继续功课《大方广佛花严经正行品》，我们一起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正行品是早年海云法师在台湾用国语来到宣讲，我们听着他的录音带将它翻成广东话。今天为大家翻译到第32讲，我们一起收听吧。请看经文：舍家夫助，当愿众生观诸行法，悉归散灭。舍家夫助就是你打坐完毕了，就将脚放落嚟，咁本来系打住坐坐喺度嘅，而家因缘散啦，咁咧就要将脚放落嚟。喺我哋舍家夫助嘅时候，我哋就提高警觉，可以观察到一件事，就系观诸行法都会悉归散灭，亦都系我哋讲嘅诸行无常嘅意思。一般人呢，都希望自己所得到的东西都是要永恒的，尤其自己喜欢的东西更加不舍得它失去，无论对这个物件啊，对钱财啊，对感情啊，都是不舍得的，尤其对我们的生命呢，当然更加不舍得啦。咁好似讲起我年轻的时候，好开心呢，就是买到一支 crossbow就好靓嘅，咁咧啊，真系好好写啊，又好中意佢，吓点知一日就由台一下唔小心跌咗落地，咁啊跌到咧就唔可以用啦，就唔拧得出嚟啦，啊，于是咧就好唔舍得咁就望住支笔，呢、这个就系执着，就系、是、不舍。呢、这、一个大愿咧，睇文字咧就好简单吓。我跌家夫助，当愿众生观诸行法，悉归散灭。我哋坐喺凳度，要起身就企起身，要行就行。呢、这个随时都会发生呢啲动作，但系一般人呢，都唔会喺起身啊、行啊，会联想到诸行无常呢个道理。我哋所拥有一切嘅嘢，总有会失去嘅时候。就好似我哋坐喺度一样，总有一阵会企起身嘅时候，因为因缘会散，乃至我哋嘅青春、我哋嘅活泼、我哋嘅美丽都会过去嘅。呢个系必然嘅过程，就等于有生一定有死。夫妻大家结合系值得恭喜嘅事，但系必须知道有聚就有散。不过咩时候先散呢？同埋你愿唔愿意接受呢？只不过系咁而已。所以问题真正嘅关键呢，就喺事情发生嘅时候，你系唔系能够好坦然咁去接受？世间人有句说话讲，时间呢就能够疗伤嘅。话俾大家听，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观念。冇错，时间系可以使到创伤咧就好翻，但系对于事实嘅接受系一种不得已咁样嚟接受，个脑海中咧永远咧都留住一个抹唔去嘅淡淡哀愁，同埋
有个阴影喺度系抹唔去。呢一种对于因缘散开嘅不得已咁嚟接受呢，就会使到你生生世世轮回其中。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到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因此呢嚟到欢喜接受去面对佢，咁样嘅情况呢就唔一样啦。我哋坦然咁面对生死，走啦就走啦。当你生嘅时候就已经注定系要死嘅啦。每吸一口气入去就会话俾我哋听寿命又短咗一口气啦。每过一日就话俾我哋听我哋个命又少咗一日啦。所以总有一日会死的。有咗咁嘅了解，咁你就唔会恐惧啦。到时候会高高兴兴咁去面对死亡。因为死就係生嘅开始。咁呢你就好快能够出嚟三界。咁喺度呢我哋可以了解啦。我哋生生世世堕入轮回啊，亦话立即呢一生就得到出嚟三界呢，佢嘅关键呢就係喺你对生死係坦然对待啊，或者你觉得死呢係不得已咁好勉强咁去接受。究竟应该点去接受呢，就係等于经文啦，观诸行法色归散灭。我哋学佛了解到诸行系无常嘅，当因缘聚合又唔需要扭令，咁就勇于去接受呢件事。当因缘散去嘅时候，亦都要坦然咁面对。我哋知道人会死，佛嘅色身亦都会死。佛陀入灭嘅时候，佢系好高兴，所以就叫做入涅槃。但是人一到死的时候呢就好忧愁好伤心。乃至呢立遗嘱呢都怕大吉利是。这个就是日子过得不坦然。连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都会带着一大堆的业力。咁呢令到你下一世呢就要来处理这些咁的业报。咁我哋过咗去的唔好理啦。大家由而家开始，假如你面对生活情景都能够具有呢个了解，知道会生又会死，因缘呢系会有聚有散，绝对唔去执着呢啲事，嚟就嚟，我哋人走就走，潇潇洒洒咁样呢嚟到生活。咁呢可惜人呢生喺呢个世界呢唔多唔少呢都带住一啲寄望同埋企图嘅心。呢啲咁嘅企图嘅心呢都系痛苦嘅根源。所以我哋要提高警觉，觉知到一切行法最后都要归于散灭。包括我哋嘅生命，如果我哋能够坦然接受，死呀都会系一件好美嘅事，生命嘅轮回就因为你咁样就要结束，就唔会再轮回。咁嘅经文呢由《药入堂语》开始，一直嚟到呢一段舍家夫座呢七个愿呢，代表咗因缘聚合同埋结束。内容讲嘅虽然系修行、打坐等等功课嘅整个过程，但是每一个愿呢都自然有佢行法嘅理论。咁呢几个愿将佢总合起嚟呢又出现一个理论。呢、这个就係花严理论嘅特色，重重无尽。请睇经文。下足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若举于足当愿众生出生死海，具众善法。着下群时当愿众生伏诸善根，具足惭愧。整衣束带当愿众生检束善根，不令散失。若着上衣当愿众生获胜善根，自发彼岸。着僧伽犁
当愿众生入第一位，得不动法。请睇经文，下足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下足住时呢，这个愿可以接住啱啱前面嗰个愿，是舍家夫座来讲的。舍家夫座即是打坐完咗啦，咁咪起身啦，咁由坐去到将你只脚放落嚟，咁然后呢就到下足住时，一路咁样连住过嚟。但係我哋亦都可以由另一个角度呢嚟连呢一句喎。而家我哋可以将呢个大愿呢当系第一嘅愿。大家睇下经文最后去到141愿最后嗰愿呢，嗰愿呢就係话睡眠此悟，当愿众生一切自觉周顾十方。呢、这个就係话当我哋一日瞓醒开始啦。咁瞓醒当然就係要落床啦。咁喺床上一落嚟，咁就可以接下足住时啦。脚落地之后，咁然后点呢，咁第二个愿啦，若举于足啦，咁就移动脚步㗎啦。咁呢再接住呢就係着下裙时呢就开始着衣服。咁接着嗰个愿呢就係整衣束带，就着上衣啦。所以呢个下足住时呢，我哋可以当佢係第一愿，咁就一路呢接过嚟。咁喺前面下足住时接前面，头先讲接前面叠加夫座，如果将同佢叠加夫座嗰边呢连在一起呢，就係、是、一共有33愿。又可以呢、这个下足住时呢就接后面最后嗰个愿，睡眠此悟，当愿众生一切自觉周顾十方呢个愿。由呢个睡眠此悟接呢，一路接过嚟呢就係108个愿。呢、这个都系完整嘅数字。所以呢、这个下足住时呢，就喺正中间心呢，无论佢往前面嗰啲愿嚟夹埋，或者往后面嘅愿嚟夹埋，往前夹系有一个系统，系一个系统性。咁往后夹呢又另外正形成一个系统性。下足住时呢一句呢，就系、是、通常表示呢我哋一日生活嘅开始。喺前面嗰啲愿呢就系、是、属于前言，系我哋在家人或者出家人、修道者同埋未修道嘅人呢共同嘅总说。而家就开始讲我哋日常生活所可能遇到嘅种种状况，咁嘅时候呢应该点去发愿嘅。请睇经文，下足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起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落床啦，隻脚就行落去地下开始做嘢啦。是开始第一日嘅动作。在下足住时这个动作开始呢，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当愿众生希望呢能够心得到解脱，不仅止自己解脱，亦都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然后就在解脱的境界之中呢安住不动。这句话可以当它是总讲。我哋睇睇呢部经最后一句嘅经文。佛指若诸菩萨如是用心，则获一切圣妙功德，一切世间诸天魔凡沙门婆罗门乾达婆阿修罗等，甲以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动。我哋凡夫呢就係、是、会动。而家就希望我哋嘅心得解脱，安住不动。可见呢一、这个愿系根本法，亦都系修行嘅核心。凡夫同圣人嘅差别就系、是、
凡夫的心是飘动的。我们所谓的心飘动，不是说我们到处乱地走，而是我们的心会起分别。一旦起了分别呢，就是说个心动了。如果能够不起分别呢，个心呢就会如如不动。但是要将心安住，那究竟安住在哪里呢？又怎样才可以如如不动呢？而且是觉知的如如不动，而不是说木头咁无知噃。譬如修行人同细蚊仔都系一样咁天真，佢哋之间嘅唔同呢，就系喺细蚊仔系无知嘅，而修行人呢，佢嗰个天真呢，佢系觉知嘅。咩叫觉知呢？就系将个心安住喺解脱境界上面，呢、这个就叫做觉知。咁我哋而家先嚟讲下咩叫解脱。以二分法嚟讲呢，不动嘅反面就係动。人嘅心呢就喺动同不动之间。当心动嘅时候就係凡夫。当心静嘅时候就係圣人。所以我哋时时话修行呢就係要静心。但是究竟有没有办法能够达到静心呢？如果在知末上的静心呢，这个不算，这个可能只是一种压抑的作用。譬如原本呢一直呢都很懂得打妄想的我们，但是呢我们是压住它不去想，表面上看来呢似乎呢坐喺嗰度都唔动，但係呢嗰、那个脑海里面呢仲係呢嗰、那个意识都喺度翻腾，永远呢冇办法达到静心。真正嘅修行係喺动与静之间都唔采取呢个对立，因为相对于动呢，我哋就会去搵一个不动。但你要知道，你要去找这个不动的时候，那个找呢，那个心就已经在动，那就不算不动了。我们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在动和不动之间是在于觉知而不在于行为。你能不能够了解到今日的痛苦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如果你了解之后再将这个根源除了，那就好了。好像刚才讲生死之间，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诸行无常，对于你至亲的人他死了，那你就能够放下眷属的情爱。到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时候，对于这个色身的存在呢，我哋睇下系咪能够放下。仅仅系咁嘅了解，我哋就成道啦。呢啲道理呢好多人都识讲，但系事实上感受到唔够，咁就唔算真正嘅了解。你试諗下，当嗰种境界来临嘅时候，即系话我哋嘅至亲死亡，或者我哋自己要死亡，嗰时我哋系咪真正能够洒脱咁放下？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到呢个时候，我哋系咪会陷于愁云惨雾中呢？我哋遇到呢啲事会有愁云惨雾嘅情况，就系、是、我哋了解性唔够嘅关系。咁可见呢，动静之间就在于了解性够唔够。了解够啦就静。了解唔够，咁呢我哋嘅色浪翻腾，个意识呢就唔受控制。我哋体会到呢一点呢，就会发觉动与不动之间其实并冇区别。因为动系趋向于静嘅。
静呢就是动的开始，就好像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兆端，所以生等于死，死又等于生。如果有了这种了解，就会发现生和死已经融为一体，动和静亦都是一体。我们现在对于这点呢，不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大家都知道经文是由印度来的，为什么印度人懂得这些，我们又不懂呢？这些都是佛教的思想，为什么现在一般佛教宗教仪式又不讲这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各位，究竟你是觉知的人抑或是无知呢？我们这样来到分别就可以了解。当初印度人修行的时候，多数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苦行，一种就是沉思。他们发觉一般人用脑筋的时候呢，大多数呢都是使用分裂式的，想一个动一个不动，或者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白一个黑，一个圣人一个罪人，这个是对立，这就是凡夫的思考法，结果证明这个是不对的。要知道动和静呢其实是一如，白和黑是一致的，善和恶是一体，生和死亦都是一体，很难有明确的区分。日头一路去到夜晚，我们究竟在哪条线和它分开呢？日头是夜晚的开始，夜晚呢亦都属于日头的开始。这么说来，黑白就是一致啦。当修行人发现这个观点之后呢，咁佢就会成道啦。但係呢个感受呢，唔係一般人嘅脑筋呢所能想象。所以我哋称之为不可思议。因为脑筋都系喺可思可议嘅范围内嘅啫。一旦可思可议呢，呢啲思议呢就一定会落去对立㗎啦。唯有达到完全融合统一嘅时候呢，先不再会对立。问题呢就是用脑筋思想，我们叫它做人。那那个不可思议的应该叫做什么呢？西洋人叫它做上帝，叫它做神。回教徒叫这个不可思议就是阿拉。我们佛教徒叫这个不可思议的就为佛。所以一般人叫神圣，佛教徒叫佛性，凡夫呢我们称之为人性。将这些所谓的神性、佛性、人性区别出来呢，区分了之后呢，先有办法表达给大家知道，成就佛性的呢就是成佛了。快要成就、快要成佛的我们就叫做菩萨。好啦，有问题又出现了。一个已经证得的人呢，将这些资讯话给大家听的时候呢，他本身是很清楚，直接听闻的人亦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等这些闻道者再转出去呢，第三手以后呢就会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咩神啊、佛啊、菩萨啊、地狱啊、鬼啊，冚唪唥都出嚟啦。甚至呢仲有等级嘅区别，通通变成系外面嘅嘢。本来呢呢啲都系我哋内心嘅，希望透过语言文字表达出嚟，了解我哋内心之处。结果呢经过咁传呢，唔但大家唔会了解，
反而呢搞到一大堆嘅外相，咁变成成日讲嘅心爱求法，就变成宗教基本信仰。一个成道者话俾佢第一代弟子听佢成道嘅经过，弟子呢就开始去学佢嘅苦行或者系沉思，学苦行嘅就去诵经念佛，学沉思可能就去参禅打坐。本来透过呢啲方式系要达到心智嘅启发，开展出我哋佛性。第二代可能有几个系会成就，传到第三代可能只剩下诵经念佛同埋参禅打坐啦。咁究竟点样透过呢啲方式啊，诵经念佛、参禅打坐嚟到达到心境彻底觉悟呢？咁呢可能呢两样呢大家都失去咗关系。咁呢啲参禅念佛打坐呢，呢啲行为呢最后呢就变成宗教仪式。本来一个修行人由迷惑颠倒、人我分立嘅娑婆世界，经过一段沉思呢同埋觉悟，佢就会应该走向统一冇人我嘅界限，最后就进入极乐世界。当佢将呢个方法传播出去之后呢，咁呢又会变成系外边有一个极乐世界，透过嗰个方法就可以到达。结果原本是一个崇高的宗教情操就完全破坏无为，一个神圣的宗教修行变成庸俗的宗教仪式，所以个情况呢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怎样将我们的心安住在解脱的境界之中呢？将它成为统一体，不再分裂，不再分别，整个过程呢是需要大家好好地去体会的。请睇经文：若举于足，当愿众生出生死海，具众善法。当你抬起脚要向前行嘅时候，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提高警觉，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出生死海，唔好再喺三界之中嚟流转。具众善法咧，呢个善咧就唔系话我哋平时讲的相对的善恶的善，这个善呢是究竟清净的意思。花严经正行品广东话翻译本今日就和大家翻译到这里，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翻译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海云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亦都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福慧增长。好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在度 FM104.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同大家再见啦，拜拜。